是你，嘘，爷爷，我救你们来了。哦，老爷爷，赶快把那边的石板推开，我在下边挖了个洞，咱们赶快逃出去吧。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腰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腰疼有什么好哼哼的？再哼哼，我劈了你！快，快退！哎。起来换岗，快起来啊！啊，真他妈的啰嗦，鬼影子都不见一个，还换个屁岗！哎，来了这么一个丁点大的小娃娃，就把咱们折腾得几夜不能合眼。大王叫我们严加防守，严加防守，非累死不可。听到后面有妖精追来了。老爷爷，你们快躲一躲，我有办法对付这妖精。哎，小心。
有一个傻瓜送他门来了。你们这些瞎了眼的混蛋，快放开我！大王叫我们严加防守，可不能马虎啊！上回那葫芦蛮小的闯进大门，大王怪罪下来，一巴掌差点没把我打死，算我命大。谁？啊？啊？哎，不好，有情况！啊，原来是只小老鼠。哎，老兄，你被那葫芦娃吓得胆子比只耗子还小啊！快走！哎呦！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们别想抓住我！你。你们这些坏蛋！报告大王，大事不好，老头与瞎眼葫芦逃跑了。这来，放开我，你们这些坏蛋，害人精，去啊！快把老头给我抓回来。